开经本205页，倒数205页，就是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从当中这个地方看起，三恶难者，这是讲三恶难。那么这是《大乘经》里面常说的啊，《小乘经》里面呢，他就不承认啊，说一命欢喜。结生文章啊，那么这个就是完全呢从吉相上来说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啊。那么佛灭度之后，他是成佛的遗教啊，那么集结小乘的经典，二名喜贤解圆觉藏啊，这个圆觉通常我们也把它了归纳在小乘法里面啊，声闻圆觉。如果讲三乘呢，就分开来说，啊，声闻缘觉菩萨，缘觉，无论是在智慧，就是修行的功夫，都要比声闻高，啊，经教里面呢，给我们说出。他们最大不同之处啊，就是声闻虽然是已经断见思烦恼，但是习气没有断。圆觉呢，它是连习气都断的啊，这是他们在果证上啊不相同的地方。那么三明喜海皆菩萨藏啊，这是一切大乘经啊，也是阿难尊者集结的啊。由此可知，佛的三乘典籍与阿难关系的非常的密切啊。大乘是说明阿难尊者也是悟入法性，所以对于一切大乘佛法通达无碍。这阿难以大神力随即释教，是指一代释教，此阿难不闻者，彼阿难闻之，又何闻于不闻而为爱也？啊，这就是无爱的意思。那么前面曾经说过，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佛法才能够常住在世间。才能真正的利益一切众生，啊，没有这些诸佛菩萨护持，凡夫啊是不认识的，啊，所以不识货，更没有耐心，啊，没有这个长远性，啊，所以由此可知，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啊，住持世间数十年，
将佛法发扬光大了，都是不可思议啊！弟子当中、护法当中，往往都是有许多再来人啊。如果说是没有再来人，单单一尊佛菩萨罗汉出世，决定不能度化众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缘呢，像两赖三宝啊。那么当然这事情啊，这是常说的，可遇不可求啊。众生有福，佛菩萨就出世了；众生没福啊，我们怎么求也求不到啊。啊，这个福从哪里来呢？福要从自己修啊，我们自己不修福，希望别人修福，那是错误的啊！一定要自己知道修福啊。那么这是摸文这一段呢，讲完了啊。下面呢，再讲一时啊，这是六种成就里面第三个啊。一时者，时成就也。什么时候呢？四字相合啊，这句说得非常之好啊，说得非常好。说当时摄听四比即名一时啊，以摄听无定故啊，而不言某年月日者，这是。为什么不记在当时的日期？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说，十方十分不一，年土正数不同故啊，这是不记在年月日时第二个因素啊。现在这些事情就更明显了啊，更明显了。我们晓得这个地球上所以有时差了啊，在古时候绝对没有时差啊。为什么呢？你每一天走路啊，走得再快，那是骑马走得再快啊，一天能够走两三百里呀，就不得了了。两三百里路没有时差，是不是啊？是。那么坐船呢也是如此，顺风顺水呀。那么一天，古人讲啊，哈、啊，只是千里江陵一日还呢，那是形容词，走不了一千里的，啊，也是能走个二三百里呀，那就不得了了，啊，那就相当的快速了，啊。那么这种旅行呢？我们在抗战时间的时期啊，是经常走的，啊，如果说徒步走路，那么一天最多不够走120里，啊，120里是华里，算起现在公里啊是60里，啊，那是走得很累了，啊，天天这样走的话的时候，人吃不消的，啊，那么走的少的呢，就是60华里就30公里，啊。那么走个5天呢，大概就要休息2天，啊，也需要休息2天，啊，所以不可能有时差的。现在不行了，现在的时候，你不坐船还不会感觉到有时差，啊，坐飞机这个时差非常的显著，啊，非常的显著。所以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就不能记在年月日时，啊，这就是这么个道理。还有呢，在过去就是古印度，他们国家没统一，每一个小国家用的历法不一样啊，所以年月日时也不一样啊。那么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3种不同的历法啊，我们现在用阳历，那么我们中国还有阴历，这两个历法就不相同啊。
那么在回教国家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立法，跟我们这两种立法又不相同，啊，所以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三种完全不同的立法，啊，那我们要记载以哪一个立法来记载呢？这个很麻烦，啊，所以就不用年月日时笼统称为一时，啊，那么这一时里面意义实在非常之深。四字相和，古德常常用这句话来解释，也是，就是机感相应的时候，所以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感应道交的时候，啊，这个叫做也是。实在说呢。众生用什么能感呢？一心就能感。啊，三心二意与佛菩萨决定不能感应。不但与佛菩萨不能感应，与鬼神也是如此。啊，你们看过《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面就讲到那个画符念咒的，啊，那个符要画得灵，怎样才灵呢？就是一心不乱，那是很短的事情，啊，就是这一道符啊，那个笔一点下去，到这一道符画完成，心里头没有一个妄念。就是一心的时候，这个佛教念，啊，念咒啊也是如此，啊，这个咒从头念到尾呀，这个心里一个妄想都没有，这个咒啊叫念，啊，所以诸位想一想，长咒啊就不如短咒，为什么呢？长咒咒子啊会打妄想啊，念的时间长啊，啊。你不相信你念楞严咒跟大悲咒比较就不一样啊！我们常常看念大悲咒感应的很多，你打听打听念楞严咒有没有感应的？为什么呢？太长了，太长了，他念的时候总不免有一两个妄想就完了，一个妄想就破掉了，就不能成功啊！所以大悲咒啊又不如往生咒，往生咒更短了，那往生咒又不如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最简单了啊，所以诚心诚意念这一句佛号，时间短，这里头不夹杂妄想，容易的这个一心啊，一心就起感应啊，原理就在此地。啊，所以连与鬼神打交道啊，都要用一心啊，都要有感应啊。那么底下讲，再看下面啊，月当中啊，当中啊，就是我们本宗啊，本经呢，这个教义啊来说。这即摄天情，心静灭，反圣慧，意正容，业多等。此诸二法皆已之时，名也是也。这个完全是从业心不乱上建立。啊，这个说的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啊，我们先真正到成疑了，就是见佛的时候。啊，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真正是修行开花结果。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在讲
也是说明修净土人呢真实的功夫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经典里面看到佛这个经呢还没说完，说一半呢，当机的人呢都开悟了，都证果了啊。像楞严经啊，许多同修都很熟悉啊。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经讲一半没讲完，摩登前女证三果了啊，没说完呢啊。摩难尊者证了初果了啊。所以他为什么听经听的时候就能证果呢？就是此地所讲的这个道理了啊。说听前就正在说听的时候啊，心静灭。这里虽然说四句，你只要懂一句啊，其余三句都懂了啊。古德常说听经啊，要在消归自性。这个消归自性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此地讲的三个字，心静灭，这就叫消归自性啊。心静的两边都没有了，这个心才到一心了嘛啊。这个时候啊，完全是一真鲜亮的境界。这样说法恐怕诸位还是不容易体会。这个境界相啊，就是凡圣一如，心得到真正的清净平等，与一切法都不起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啊。这个里面没有心，也没有净啊，心净双离呀、啊。这是一心的现象啊，这个叫一识啊，是指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听经啊，入不了这个境界，也就是听经不开悟啊。啊，注意要知道，这个听经开悟啊，不是说悟到这个经上这一句怎么讲法、什么意思，不是悟这个，悟这个就糟了。啊，你悟这个，那你只懂得这一句，再看底下一句还是不懂。这个悟是讲啊，悟入自性呐、啊，真正悟入自性了、啊，不但这一部经全懂了，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也全懂了，世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这才叫开悟啊！一悟一切悟啊，不是悟这一句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四句就是开悟的样子啊，可见的真正在说听的哪里不是修行呢？是在修行的，修定嘛啊，听，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修慧。听的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这修定。啊，这样的态度听经啊，是定慧等学，功夫用得纯熟了，他就入境界了，就开悟了。
啊，所以听经呢，很忌讳呀，是在那里分别，啊，在那里想，哎，这什么意思？这个怎么讲法？最忌讳是这个，啊，因为你这样听呢，完全落在意识里头，落在第六识里头。第六识是暗的，不是明的，啊，黑暗的，不是光明的。永远不能开悟，那么这一点是今人不如古人之处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心，还有境界啊，心跟外境呢是对立的，还有反，还有圣，还有一，还有正，还有疑，还有多啊，你全都还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面，这个没入啊，这是凡夫啊，必须啊从相对里面超越啊，这是不得已说出一个一真法界啊，所以这个一时啊就是证得一真法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己得一心不乱的时候，啊，一真法界是我们所证，一心不乱呢是能证，啊，能所是一，不是二，这才叫真正的证。如果能证跟所证是两桩事情，那这个叫心境啊就不明了，心境就对立了，啊，没入。心境啊，一定是一，不是二；凡圣是一，一正是一，一多也是一。啊，这个才真正的切入了。人在这个时候得真正的解脱，真实的自在。说此诸二法皆一之时，这叫做一时。啊，我们再看抄里面呢，还有详细的解释。说摄听无定者，啊，这是解释前面书里面讲以摄听无定故。啊，或摄者得陀罗尼，一刹那顷啊。一字之中啊，说一切法门，说的人跟听的人啊，说法的人呢也能够啊得陀罗尼。陀罗尼啊是梵语啊，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的意思啊叫总持啊，总持。所以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就是我们今天所常说的纲领，啊，将佛法的纲领呢抓到了，啊，这个纲领非常的简单，啊，扼要，啊，所以经上讲呢，这个陀罗尼啊，就是总持法门。有多字，有少字，有一字，有无字，啊，那么这通常说这个四大类，啊，这个刹那勤是讲时间呢非常之短。这个多字的陀罗尼像楞严咒啊，陀罗尼也翻作密咒，像大悲咒念往生咒都是多字啊，都是属于多字的啊。一字呢，你比如讲我们常佛门常讲嗡啊，这个字是一个字的啊，或者有的时候用啊，
啊，我们在华严四十个华严字母里面，它是第一个元音。啊，一切的这个音声呢，都是从这个元音里面变化出来的。啊，我们现在讲母音呢，啊，母音，啊，第一个母音啊。那么这个叫一字，无字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了，就是一心。啊，六祖所谓的本来无一物啊，这是属于无字的，就是真心，就是本体。那么此地所讲的呢，就是说的啊，无相妙心呢。也就是讲的无字陀罗尼，无字陀罗尼是体，起作用啊，那就不可思议了，啊，所谓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我们今天要得的，最重要是要得无字陀罗尼，啊，就是得清净心。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修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老是说修什么呢？就是修清净心而已啊。所以心净则土净嘛，啊，我们一天到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有没有想到？我天天念，念了我想得个什么呢？我有没有得到呢？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为了得清净心。清净心是不是真得到了？啊，清净心是一念不生，这个心清净啊。心里的还起心动念，这个心不清净了啊！清净心能生万法了，这是根本的 啊！这根本的陀罗尼 啊！如果心里面呢还有妄念纷飞，我们这一生念佛不会成就的。只可以说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个善缘而已啊，这一生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啊！你要往生啊，一定要心清净啊，心不清净哪能往生呢？啊，因此我们无始劫以来妄想习气要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念掉，把这个妄想习气念掉。可是妄想习气时时起现行，这个事情是个麻烦事情，一定要提高警觉。啊，我们六根一对六尘境界呀，习气就起现行了。啊。这一起现行呢就造业了啊，造业哪有不受报的道理啊？净土虽然讲待业往生，诸位要知道是待旧业，不是待新业，这个事情要明了啊！啊，旧业是过去的业，不是现在我天天在造这个业也能带得了，没这个道理啊。换一句话说，现在我们觉悟了，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业障习气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这是这个法门修行的秘诀
所以往生，也就是我们讲修净土，这个功夫有三等。上等的是理心不乱，断见思烦恼，分破无明，这上乘功夫啊。中等的无明没破，见思烦恼断了，这叫四一心不乱，这是中等的。拿着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三辈，上辈、中辈、下辈，下辈的什么呢？福祸，你烦恼没断，没断说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压得住。换一句话说，你烦恼不会起心心，心里才一动啊，马上就变成阿弥陀佛了。这个功夫就是这样的。这叫待业往生，念头一动马上起现行了，这就没办法了，这就不可以了。念头才一动啊，立刻就转变成阿弥陀佛所以这个业障习气啊，有第一念，第二念就变成阿弥陀佛了，这叫福烦恼，这叫做功夫成片那么三杯九品里面是下三品往生这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人人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实在讲，没有去做啊，没去做啊。就是不知道啊，在第二念上转过来第一念起来了当然不会转过来，第二念就把它转过来我想讲话，这个念头就动了，第一念，第二念呢，阿弥陀佛，把我原来想讲的那个变成阿弥陀佛了，这叫做念佛，这个叫做功夫念佛要这样念法才行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在这个西方阙致里劝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达得念头死，虚如化身活。这个话说得很明白那个往生的人是这样去往生的像我们这个意思嘛，佛是念了妄念还照起来口业身业还照造，这个去不了的如果是这样的人也能去往生，这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个理上讲不通的这诸位一定要知道待旧业不待新业那么真正得到心清净了不要说是一心不乱这个上乘功夫啊，中乘功夫就是这个下等的功夫，你这个佛号能够压得住烦恼，你的智慧都现前你本性里面智慧多多少少它都要透一些出来，如果你是压不住那就不行了，那么你流露出来的依旧是意识心起作用，分别执着在起作用，不是真心起作用真心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这个是一切经论都是本着这个原理，我们念佛法门
也不例外，啊，也是根据这个原理原则。再看底下，啊，或听者得净耳根，与一刹那闻一字时，与语一切习无障碍。前面一段呢是讲说的人，啊，这一段呢是讲听的人，啊，听的人啊也能开悟，啊，换句话说，你得会听呐。说的人要会说，说的人会开悟，天地人会听呢，天地人会开悟。那假如说说的人不会说，我们天地人会听，天地会不会开悟呢？会开悟啊，会开悟啊。说的人啊，虽然从心意识里面说的，反复说的，但是天地人呢，他能够的时候啊，两边不着，中道不存呢，他会开悟，天地人会开悟啊，就是在听的时候真正聚精会神，这个听经的时候了，把我忘掉了啊，心真正的清净啊，这个时候不执着我相，也不执着有那个说法的人相，当中也不执着所说的法相，听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啊，三轮体空，他就开悟了，他的天就无如一心了。这就是说的这个道理，说净耳根。那么这个净耳啊，就像《楞严经》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一样，啊，观世音菩萨说耳根圆通啊，啊，耳根所管的就是听嘛。观世音菩萨不听外面，他听里面，啊，这个里与外呀，我们要搞清楚。那外面啊，外面是音声。那里面什么？往里头听啊！那你这样想法就错了啊，那就错了。这个内外是什么呢？外面是尘呢，里面是心，里面是心啊。观世音菩萨听到外面的声音，人家说话的声音啊，车马的声音，风雨的声音，都是声音吗？啊，那是声尘。啊，我们听了这声音呢，都分别执着。啊，所以我们是耳根呢，耳识啊，听那个声尘呐。啊，观世音菩萨听啊，跟我们听法不一样。他用闻性，他不是用耳识，他用闻性。闻性闻外面那个音声呢，闻的声性，这就叫做明心见性了。啊，所以说他六根清净，啊，净耳根、净眼根、净舌根。六根没有一样不清净啊，怎么清净的呢？他不寻尘，他向着心，他去寻心啊。现在哪里呢？心就在六尘之中啊，见尘就是见心啊。人家高明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古人有比喻说是，
以金作器呀、啊，器器皆金。把金呢，比作本性；把器呀、啊，比作六尘。啊，他那个时候见器就见到金了。啊，诸位想想看，器不平等，各式各样嘛，花样不同嘛，大小不一样。见到金呢，平等的，体是平等的。啊，所以他心里面呢，没有一切分别执着了，他心平等，在一切法上平等，因为他见的是法性。啊，性跟相啊是分不开的，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啊，要从相上去见性，那就是佛菩萨了。我们凡夫呢不会，他在相上起分别执着，他把性给忘掉了，就迷失了。啊，就是他着了相，迷了性。啊，这个迷悟啊，就是说的这么回事情。人家悟悟什么呢？悟就是悟的心，悟的一切法里头，他在法相上见法性，这个我们叫它做觉，叫它做悟。啊，对于觉悟的人，六根就是清净。啊，所以一尘不染呐、啊，哎、啊，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因此它起作用呢，没有障碍。啊，于一刹那间呢，这是讲时间之短。闻一字时，于语一切悉无障碍。语的就太多了。刚才说，不只是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上，你从一个字里面开悟了，这一部经上你没有障碍。不但这一部经上没障碍，一切经中都没有障碍了。啊，不但一切经里没有障碍了，一切事出世间法里头统统没有障碍了，一悟一切悟啊。这个是诸位要晓得的，啊，自己有没有开悟，你自己心里明了，你不必去问人，啊，你对于一切法有没有通达无碍了？他说没有，没有就没有开悟，啊，印光大师《永思录》里头，他有一个弟子，啊，有一个皈依弟子。老法师圆寂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啊，纪念他，啊，说他自己跟老法师的一段姻缘。那么他原来呀，他是一个很高的知识分子，啊，就是学问很不错，书念的很多，啊，以后学佛呢，他参禅，自己很得意。啊，就是以为自己开悟了。啊，禅宗啊有一部语录很有名的，叫《无灯慧远》。啊，这部书里头啊有1700条公案，就是从前祖师戒严学院的问答。他非常的自豪，就这个1700条公案。差不多条条都参透了，剩下来不过只几条而已了。啊，还有个好像是5-6条啊，他不没有把握，其余的通通没有问题了。所以人很自负，也很傲慢。啊，那么就给印光老和尚写了一封信，说他自己这个心得。那么老和尚就回了他一封信，这封信呢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一样的。老和尚怎么说呢？1700条公案了，你只要参透一条，
完全都通达了。如果里头还有一条没有参透啊，你是完全都没有透。他被老和尚这个冷水一浇头啊，总算是浇醒了，禅放下了，老实念阿弥陀佛了。一条不通啊，你没有一条通的，一通一切通啊。这个真是给那些狂妄人啊当头一棒啊！啊，所以真正通达了，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啊，你就处理日常世间事情，你也会得心应手，绝对不会有错误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想一想。自己到不了这个境界，那么也要学那位大德一样，回过头来老老实实的贴阿弥陀佛，不要再打妄想了，不要再打妄想了，一切经教啊应该放下了，这个经翻翻，那个经看看，只是帮助你打妄想，只是增长你邪知邪见，对你自己修行功夫啊一点好处都帮不上。这个是诸位一定要牢牢记住的。那么这是把摄天呢两方面的功德利益都说出来了，只要你会听会说，说天都是修行，说天通通都有悟处，所以听经呢要专心，要把所有杂念通通放下，正听的时候没有分别执着，你这个听经有悟处，不管是什么人，没有大悟啊，他有小悟，前面所讲那是大彻大悟，那个我们做不到，我们小悟啊总是有，常常有小悟啊，几年下来就变成大悟了，多次的大悟啊就会变成大彻大悟，所以会听清净心听，那个说啊也是如此，讲经之前呢总得要准备准备，这个是做准备工作，实在上说，如其说准备经典呢不如说对听众的恭敬心，不敢懈怠，不敢傲慢，是修正。在讲经之前读经看注解，那准备那一套啊到你上了台用得着用不着啊那是大问题。为什么上了台啊会有许多新的意思出来，准备的那一套在台上一句都用不上，这种情形我想每一个登台的法师自古至今啊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我过去看过一部圆觉经清文记，地贤法师讲的，好像是蒋伟桥啊记录的，他这几个在家的弟子啊记录的，那么他自己讲经呢他自己编了一个讲义，圆觉经他编了一个讲义，可是讲台上讲的时候他没有照讲义讲，下面人呢每一天把老和尚讲的东西都把它笔记记下来，
寄了之后啊，就送给老和尚看。老和尚看了就很奇怪，这些东西这是我讲的，不相信的，不相信是啥？你写的这个都是我讲的，是你老人家讲的，没错啊。哎，我怎么会讲的这么好啊？真是啊，自己都想不到啊。那就是在台上的时候啊，因为心清净。关照的功夫啊，得力了啊，所以这个意思啊、经意啊，自自然然涌现心头，自自然然透露出来，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说是，古今这些大德们通通都有这种经验啊。这个说听呢，一定要晓得说听的态度。下面文呢，或说者时少，听者时多；或说者时多啊，听者时少。啊，这个就叫时间上长短呢，感触不相同。啊，有一些我们听人家讲演，实际时间不长，好像好长好长，度日如年，怎么还没讲完？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好像听得有趣的时候，忘时间忘掉了，怎么很短一下就到了？啊，我想这些经验呢，很多人也都有。啊，这个两句啊，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啊。说者神离言处随意，听者根系立顿不易。那么这个两句话解释上面呢，这个说多说少啊，听多听少，这桩事情在佛法里面的确有这种不思议的境界啊。你比如说以华严经来讲，华严经啊，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在菩提树下了二七日中所说，那么也有地方说三七日啊，二七是十四天，三七是二十一天，说出这么大的经出来，谁能相信？那我们今天把这个经念一遍，二十一天念不完呐！啊，何况是讲解？又何况龙树菩萨所见到这部华严经是华严经的纲要啊。他在龙宫里面见到华严经的全部啊，全部有多少呢？佛经计算的方法呢，是以四句叫做一偈啊，或者我们叫诵，叫一诵啊，四句是一个单位。这一部经呢，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这二七日中怎么能讲得了啊？有多少品呢？有一个四天下微尘品，他一看都吓呆了，简直不是我们阎浮提众生能受得了的。这个经要是有这个形象的话，我们地球容纳不下啊，这样大的不同啊。然后不得已再看中部，
啊，中部汉人团长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啊，再看下本，下本就提要了，像《四库全书》目录提要，是啊，提要了，提要多少呢？10万字，40万字，啊，40品。龙树菩萨看到这个华严经啊，我们阎浮提众生可以能接受，所以就把这一部经传授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但是我们今天中文的翻译本只有原本的一半啊，这大经呢丧失了啊，原本残缺，是残缺不齐的本子到中国来，我们翻译的只有华严经原本的一半了，80卷了啊，这个80卷经呢只有45000诵啊，你看10万诵还少了55000诵啊，一半还差一点不到啊，这个就是说的说的时间短啊，说的时间短，听的人呢感觉到多，他都是菩萨听的，当机的都是41位化身大士嘛，哎，他觉得听了很多很多，哎，这是说这个道理，说这神理言处非宜，啊，时间不是定法，啊，诸佛如来这些菩萨们有神通啊，可以把这个是短时间把它变成长时。长时间可以把它浓缩成短时啊，它能够自在的啊。我们中国传奇小说里面讲的黄粱梦啊，大概你们在学校念书啊过文里头都念到啊，那个就是说明时间延迟不定啊，短时间自己感觉了后，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啊，醒过来呢才不过几分钟而已啊。那么他在那个如果是学东西啊，哦，那他在梦中不知道学了多少东西啊啊，这个就是时间少啊听得懂啊，举这一个例子来说。那么有说得多听得少，那是他真正把那个纲领呢重要的地方他掌握住了啊，所以底下说听者根器立根不移啊，有立根的有顿根的啊，但是总而言之一个原则，听经也好，读经也好，修行也好，一定要得法味啊，要真正能尝到啊佛法的滋味呀，尝到法味呀就法喜充满，哎，你学的身心快乐，这个在佛法里就真正有收获了啊。如果学佛学得很苦啊，好像这个把念书念得很累啊，不想念的也要念，念得没兴趣，那这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啊，或者方法错了，必须要改进啊，要改进。那么正因为如此，这个佛法呢它不是定法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法呢是随顺每一个众生就有某一种的说法
啊，所以你说法门有多少呢？无量无边的。为什么呢？众生无量无边嘛。啊，法门是因众生而设立的嘛。啊，你就好像这个药，药有很多无量无边。为什么有那么多呢？病有无量无边嘛。如果病很单纯，只有一种病，那药只有一种吧。啊，这药对了症就可以了嘛，何必要那么多种了？病很多种嘛，药也就很多种了。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修行的方法，我们要注意，绝对不能够墨守成规。啊，别人用的那个方法有效，我用不见得有效。啊，我用这个方法很有效，别人不见得有效。啊，适合自己的根性，适合自己的这个生活，这个方法修学起来啊，对自己就很有效果。啊，会自己得到身心自在，啊，法喜也充满。啊，所以像这些呢，我们都要用智慧来选择。啊，或者就前人的这个修学方法加以改进，啊，使它能够适合这个时代。啊，今天呢都讲现代化了，啊，佛法的修行在方法上来讲也要现代化，啊，就是它的原理、原则、精神永远不变，啊，方式可以变。啊，方式可以变的，一定要现代化才行。说古为三乘凡身，所见佛身，报化年岁长短，成佛久近，个个不同。今只取佛界弟子四子积感相遇之情，说听四鼻辨明一时也。那么这一段文以下都是引证。凡夫是指六道，二乘是指声闻缘觉以及三贤位的菩萨。啊，这个三贤位啊是讲的别教。啊，别教三贤位的菩萨，那么这些人都没有见性。啊，没有见性呢，换句话说，他处事待人接物还是用第六识，啊，还是用的意识心，啊，也就是用分别心，啊，没有能转识成智，啊，那么他见佛、见菩萨，都是分别心、执着心见的。啊，所以他见到佛的印身，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啊，示现的，啊，他住世79岁，我们通常讲80岁呀，那是算虚岁，啊，实际上的年龄，释迦牟尼佛是79岁入灭的。那么这就是讲见佛的佛身呢，报化年岁长短，啊，成佛久近，啊，99远，近是啊不远，啊，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就近，啊，因为他所实现的寿命也不长。
那么像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当时阿弥陀佛最初发心的时候，他自己过往的身份，那个时候寿命长，佛住世寿命是42劫啊，当然众生的寿命也是那么长啊，这个就是长短不一样的啊，佛修行成道实现的时间都长啊。那么在此地呀，是直取佛界弟子四字机感相遇之情，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讲的一时啊，不说别的，只取这个意义啊，释迦牟尼佛能说之人。那么与会这些弟子们呢，他们当时在做听法的人啊，这个是机缘成熟，感应道教，尤其是这个法门是无问自说的啊，所以说非常的特殊。那么这个解释也是下面说，十方十分的以十方便于横竖啊，竖字盖乎天上啊，这个是横竖，竖的讲呢，那只讲六道啊，六道诸天啊，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这是数的数，那个时间的确不相同啊。底下举一个例子说，四天一日，这个四天叫四天王，四天王天的一天，人寿50年，人间的寿命50年，人间50年是四天王的一天，四天王天的寿命就长了啊。四天王在上去忉利天，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所以人没有意思啊，不要太执着啊，有什么好计较的？那个忉利天人看我们，哎呀，可怜呐，朝生暮死啊！啊，他能活多久啊？不过一天而已呀、啊！啊，如果再往上面去，夜摩天，夜摩天的寿命更长了。啊，夜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00年。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所以从斗率天看我们人间只活几个小时，实在是太可怜了。这几个小时都不老实，争名夺利，患得患失，这几个小时都不老实，你说有什么法子啊？这是要觉悟的啊，这是我们往上看。如果往下面看呢，畜生道寿命呢不一定，你像寿命短的，像这水上啊走的这个小虫，它能在水上面跑来跑去的，我们叫浮游，那个浮游的寿命的确只有几个小时啊，所以我们看它的寿命啊，大概就像那个陶立天看我们一样啊。那么畜生道里面也有寿命很长的啊，像经上讲的龙，龙是畜生啊，寿命呢由长到活到这个几个节的都有啊，寿命很长啊。那么这恶鬼道、地狱道寿命都很长啊，佛经典里面讲阿鼻地狱的一天呢，是我们人间2700多年
我们中国号称5000年的历史，在阿鼻地狱还不到2天，所以这个地方去不得。他寿命多长呢？寿命有10000岁，少的10000岁，啊，一天呢等于我们人间2700多年。地狱罪业不能造啊，那个进去容易出来难啊！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呢，对这个地狱讲得很详细，就是叫我们提高警觉心，不要堕地狱。那么这是从这个数的上来说，时间的确是不相同，差别很大。横则遍乎四周啊，瞻布三根呐，聚罗肉，不可定也。那么横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时差。啊，你比如现在我们在此地，啊，我们这是晚上，啊，现在快到9点钟了，啊，我们跟美国的纽约了。正好我们这里是夜晚呢，他们是白天啊，我们现在是晚上9点钟，他是上午9点钟啊，这就讲到时差了啊，不相同啊，是不可定也啊。佛经里面不记载年月日时，它有它的道理。两土正俗者，岁首之日名为正俗啊。岁首啊，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讲的正月初一，我们定哪一天为正月初一啊。中国人定的正月初一啊，跟印度人不相同，所以说整诞5天呢不相同数。整诞是中国，5天是五天主，就是印度。那中国的历法跟印度的历法不相同，不但呢中国外国不相同。我们中国自己在古代上就是自己也不相同，夏商周就不一样啊。你看周正见子啊，周朝正月初一它是以子是我们现在的11月啊，就是我们现在的11月初一，他们是周朝的正月初一。这个夏正见寅啊，寅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啊，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历法。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阴历啊也叫夏历啊，我们是以寅月的初一啊为年首，就是正月初一啊。可见的呢，夏商周三代呀，他们这个历法就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这个农历就是夏历，以寅月的初一为首啊。这个是天干地支，地支是12个字，用这12个字来代表12个月份啊。我们现在是以寅月为正月，说彼时整诞数周啊，而佛在舍卫也，舍卫见寅，乃用夏历啊，这是
从考据上，那个时候印度他们那个时候正月初一就跟我们现在用的一样，而我当时我们中国是周朝，我们周朝的时候是过年就提前一个月了，就不是跟现在的历法了相同了啊。所以说是啊，这五天这个正月了是整诞三月，五天二月呢是整诞的四月啊。所以说一不可定也，这是说中国跟印度礼法不相同啊，又何况呢当时印度没有统一啊，所以这个印度的历法也不统一，不像中国，中国在这个周朝时候啊历法是已经统一了啊，故只言一时也啊。这是说明从时间上说，从空间上说呢，不记在年月日时的原因啊。第一下就说到本经的教义了，说先进者一心不乱，无能念所念故，这前面跟诸位细说过了。凡圣者是与诸上善人呢同会一处故，依正者佛及水鸟树林同说妙法故，一多者一佛说经呢六方齐赞故啊。这个都是说的不二法门，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全都是华严的境界。说如上种种二法了，皆成一位，这就是入不二法门，入一真法界。是即此啊，即一次时为一时也啊，这个才是一时真正的意思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